2022年的第一顿火锅。沙爹算是新马这一带很典型的食物，我们的沙爹都是一只一只的，所以我今天要把所有的食材都串成串，再为2022年做一本挂历，算是今年的新开始。燕哥在上厕所。我来看你的审美观了，我是喜欢吃那两个附近的，就掉了。耶、yeah. ！